现在我家的每天有一顿肉喝，肉喝了就吃吃吃吃，不吃了吃，吃了吃还吃。哎呦我的妈！沐浴乳和香香皂，今天用哪个好？毛巾与毛手丫丫，水温刚刚好。泼泼水来搓泡泡，今天真是美妙。大声唱歌扭扭腰。集体吃吃草。小红帽子担心大灰狼，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，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，听说彼得潘总高着上一步一步。